多事，受佛教事，威梦华人作福品，约受我请于此处事。大德宾陀罗婆罗多事，受佛教事，威梦华人作福品，约受我请于此处事。供养精进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恨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三德六位供佛及身，法界有情如同供养，若万世时当愿众生三界有情，法喜充满。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犹唱为之母，甘露寺。为什么再念一遍这个？因为所有的供佛当中，我们现在佛事的有派代表的法师们在外面做施食，有所谓的辨识真言，有甘露水真言，有四无奢侈真言，有普供养真言。所以我们要让大众今天要了解到一个重要的，这些是从食物来看的哦。我们从食物里面当中，我们要了解今天呢，我们从楞严经的药王药圣来提到呢，这个恶法王子，这个代表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干细胞。我们要从我们在饮食的当中了解到呢，为什么这个药王在我们自身？因为所有的餐厅，就像我们的紧那罗网、尖斋菩萨，中国人说的灶君，中国人说的这个所谓的司令真君也好，都是要从我们平常的饮食当中，就是最好的药了。所以我们愿意呢，透过佛光白净室、佛陀白净室、华严慈悲法华念佛室，代表的就是里面全部都是从佛经里面。我们今天从楞严经，楞严经当中呢，有看到我们这一本楞严经当中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行守楞严经。我们先要来看一下这个药王药圣二王子。我们同声开口，并在会中五拜梵天，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还佛缘。我无始解为释良医，口中常此娑婆世界朝暮经史，名数凡有十万八千，如是须知苦醋咸淡甘辛等味，病诸和合具生变业，湿冷湿热，有毒无毒，悉能骗之，成事如来了之未性，非空非有，心非身心，非理身心，分别为因，从事开悟，蒙佛如来应我困境。药王药上二菩萨米，今以护中为法王子，因未觉明，未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未因未上。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们每天不断的透过只要这个供佛的时间，身为佛教徒的佛子们、法王子们，我们每一个当下将所有的修行就在日常生活。我们在吃饭，虽然日中一时，可是我们对食物的调配，在佛经里面是要让我们完全去了解。相对的，透过药王二位菩萨，也是因为透过这个美味的食物，让我们了解到一份随时的感恩，一份随时不断的透过大众所有的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要透过大众的和合。我们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和合，再加上所有的食物呢千锤百炼，就像我们的神农尝百草一样的，不断透过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有我们所有的海马回的记忆体的当中，我们的味觉在我们人类的脑中叶当中，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由下四丘四丘，就是在不平等的当中，对食物呢，我喜欢，我讨厌，变成我们太多的二元对立了。所以我们愿意透过今天在用餐之前提了这个楞严经，让我们学会楞严经的殊胜，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学习华严，我们的
大佛，这一本是我们从人体大藏经来了解的，从这一本经里面是要让我们学习里面点点滴滴都有佛的教导，从投资，从饮食，从我们每一个当下，佛经都有教导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进一步要索取这个楞严经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佛陀佛光白净士，从华严慈悲法华念佛士，我们里面呢所有的常住法师或者是引导师白净旅行者，我们针对这个楞严经里面当中，还是所有的不管是从简单的观念，原来呢白净士是要让我们从投资，从理财，从饮食，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要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就是一个精密的仪器了。所以呢，台湾之光能够让全世界呢看到，是因为我们有正心正念的观念。所以我们希望说，出发就是我们最好的医院了。所以我们愿意透过尝百草的心，像药王药上的这份心，从食物里面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口水的分子了。所以大家愿意呢了解到娑婆世界原来是从我们的味觉当中改变我们的饮食，从观念改变，必定可以得到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了。所以今天我们用简单的透过让大众了解，不管是从饮食当中的医院医学院啊，我们从过去的古埃及当中有一个盖伦，它就是用我们人体的大脏来解，可是因为这是过去没有解剖学，现在我们透过非常多的解剖学，从这个维萨里当中，我们慢慢将我们的解剖一打开之后，印证在我们的佛经里面，的确都有完全印证的书籍了。佛法的不可思议，透过2021年，我们21世纪进入到我们人类呢创造实相，台湾之光、福尔摩沙、平衡宇宙大能量，我们感恩的心同声开口结真。萨多乃三藐三菩陀，具足乃达之他。唵哲利哲利尊提萨婆诃。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我们愿意学习营养学，愿意学习投资学，这个在佛经都有非常精辟的。所以我们愿意呢，以感恩的心同声开口感恩布施主，还愿主透过量子思维加持我的理解，供养感动保持及未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白净生活管理科学里面，我们从我们的意图调理大脑、脑中小脑生物结构了。所有的书都是要完全让众生明白的，珍贵在自身，我们同生同愿，感恩所有的食物都完全放光，能够平衡每一个人所有的需求，这是营养学当中的其中一环，所以是白净生活管理科学其中的一个部分了。我们了解白净士，了解白净法，白净之后呢，专有名词，我们才能够深入的了解宇宙浩瀚的佛学。所以我们的楞严经里面的大藏经，原来是要让我们明白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今天以感恩的心同声同愿，以感恩放光，口水酵素感动的心开动。